好，我们第二个要求就是说，将投影片一的背景改为 ppdbnw.jpg 图片啊、哦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开启投影片一这边点一下，然后选择格式背景啊、哦，在填满背景的下方会有一个消失按钮，点一下，我们选择填满效果这个项目啊。哦这时候进到填满效果对话方块时呢，因为我们是要选图片，所以要选图片这个标签，再点取选取图片这个按钮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在查询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点取西磁碟机哈，啊、哦，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叫 ppdbnw.jpg 这个图片档啊、哦，我们把它点一下，然后再按插入钮，将其插入回到填满效果这个对话方块里面，它会显示是图片的预览模式啊，你可以看到图片的长相。然后这时候再按确定，啊，回到背景这个对话方块。这时候呢，你只能选择套用钮，千万不可以选择全部套用哈，因为我们只要套用到第一张投影片啊，所以我们就选套用这个按钮。把它套用进来，那其他章还保持原状。